네. 한 4년 전에요. 저는 이 연주를 하면서 제 자신이 치유를 되는 경험을 많이 했거든요. 아플 때나 또는 어디 마음이 이렇게 저거할 때 연주를 하면서 그런 제 생각이 어두움이 싹 사라지더라고요. 그래서 연주를 제가 잘하거나 특별나서가 아니라 신께서 주신 이 재능을 저 자신이 치유를 받고 또이 연주를 들으시는 여러분들에게도 오늘 치유의 향기가 가기를 간절히 기도합니다. 연주할 제목이요. 이제 눈 오는 날 아주 눈이 팡팡 내렸어요. 그래서 그 눈의 느낌이 어떨까 하고 곡을 쓰기 시작했는데 다 쓰고 나니까는 눈이 그때도 계속 내리더라고요. 여러분도 어릴 때그 눈사람 만들고 눈 위에 썰매 타고 달밤에 그 비료 포대에다가 기억나시죠? 예. 한번 예, 미끄럼 타고 동네 애들하고 예, 눈꽃입니다, 제목이. 하루일을 딱 마치고 잠자리에 들어서 딱 들으면은 이 곡이 다 끝나기 전에 잠들 것 같이 포근한 노래네요. 다시 한번 힘차게 박수 부탁드립니다. 네, 이제 시간 날 때마다 좀 자주 듣는 시간을 갖도록 하겠습니다. 자, 다 같이 일어나셔서 걱정을 모두 벗어버리시고 힘차게 부르시고 83기 첫 강의를 시작하도록 하겠습니다. 걱정하면 무엇해 즐겁게 노래
大家请坐。 서서 강의 들으시려고. 자, 여기가 행복 발전소라. 아, 有人说这是幸福发电站。今天我从俄罗斯的萨哈林回来，那儿电压很低，电力可能供应不够，所以说电呢时来时去。 所以说的家用电器啊，工作不是很正常，啊，电视也忽闪忽亮的，因为电压不稳定，电能供应不是很足，所以220伏的电器拿到美国去使用，啊，美国是120伏，那么电器就会被烧坏，那么使用电器呢，电压要一致。 那么使用电器产品呢，大家需要电。那么电什么呢？是能量，是吧？是一种气。我们的人体的生命，我们的身体呢，啊，也有使我们这个生命体运作的能量。就像电能不够的话，电压就。 低一样，那么电压低，所有的电器产品不能完全释放它们的功能一样。我们的人体呢，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的不是电，但是我们需要的是生命的气息。生命的气息，我们把它简称为生命。那么电器产品的生命是电能，我们生命的。 核心呢，就是生命的气息。那么，就像电器产品有它的使用法则一样，我们的身体呢有使用身体的法则。就像电器需要适当的电压一样，电压过低，那么所有的电器功能呢就不会发挥正常。所以，我们的生命的气息呢，叫什么压呢？是生命压吗？ 那么你们的这个生命气息啊，是压力偏低呢，还是不够充分呢？我们身体患上某种疾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生命的压力呢，偏低或过低，生命的能量释放不够，所以我们称之为什么？啊，说你怎么没有精神头，没有气息？ 如果我们身上患了某种疾病，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个最根本的生命的能量、生命的气息啊。那么电器不能尽自己的功能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考虑到电能的问题，是吧？但我们身体发生问题呢，我们却不考虑什么？不考虑最根本的能源的问题，而是考虑这种结构的问题啊，我的肝脏啊，我的肾脏啊，我的心脏啊。 这些零部件的问题，那么电器产品呢？我们称之为它是没有生命的无生物体，无生命体。那么这些没有生命的这些电器产品呢，即便电压不够，但它的硬件呢是不会发生变化的，结构不会发生变化的。但是我们人体的生命的构建呢，如果生命气息不够的话，我们的零部件也会发生异变，啊，这种零部件的特点呢，就是构成我们人类这个机体本身的所有的部件呢，它是和生命的气息是互动的。啊，那么植物也一样，所有生命的东西都是这样。 那么电器产品呢，断电了，它的电器元件不会发生变坏，但是我们只要生命的气息一旦断了，能量一旦没有了，那么就会死掉，生命的机体也会消亡，啊，那么电压不够的话，我们的构成生命的元件零部件呢就会慢慢慢慢的发生病变，啊，最后导致疾病和死亡，所以你们在与病魔做斗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像电器产品最重要的是电能一样，
对我们生命来说，生命体来说，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生命的气息。啊，那么我们人体可以与电器产品相比，称之为生命制品，是吧？那么生命制品最重要的就是什么？生命的气息。我们往往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我们所有的疾病都是由于生命的气息、生命的能量不足所引起的，但我们却忽略了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却把着什么啊这种啊原因不顾，却被那些病灶不顾，却被那些啊病的表症所迷惑。那么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生命机体啊，慢慢慢慢的变成这种使我们导致我们死亡的结构。啊，什么结构发生变化了？就是遗传基因结构发生了变化。我们的人体是用什么组成的呢？是用细胞组成的。皮肤细胞、脑细胞、肝细胞、骨细胞，所有的脏器、身体都是由细胞组成。如果这个细胞能够发挥正常的功能，那么我们机体就是一个健康的机体。啊，大家要从这个科学的角度去思维，是吧？我们韩国人呢，一说病啊，啊，就说什么啊，想啊，吃什么会好，啊，这很自然的，啊，就陷入这种套路去，熟套子里去。那么我们要从合理的角度、科学的角度，一步一步的想导致疾病的原因，啊，不是，啊，不是吃什么能吃好病的，是吧？所以新起点生命运动啊，在韩国呢，很奏效；在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呢，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来的很多。啊，患癌症的患者啊，他们根本都不来，为什么呢？他们已经脑子里有一种想法成型了，就是说得了癌，那就是已经被宣告死刑了，所以他们说人类已经毫无办法来医治癌症，所以他们就放弃了。不像我们韩国人说啊，一得癌症以后啊，什么方法都是，什么偏方土方都来了，他们。一说自己身上患癌症，就从一开始就放弃了。所以说，有人通过新起点生命运动，癌症康复了，他们就不会相信的。但是大家知道，不管是癌症啊，不管是它是什么慢性肾炎，或者是肝病，还有其他的骨髓疾病，所有的疾病的原因呢啊。归根结底都是构成身体的细胞发生了变质。什么细胞啊？怎么发生变质？发生怎样的变质？就表现为怎样的疾病？啊，所以归根结底是细胞的问题。哪个细胞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就表现出什么样的疾病？所以我们要对细胞的功能、细胞的性质要加以了解。细胞里边已经被注入了生命的程序，那么这个生命的程序被扭曲了，那么就会发生病变，表现出一种病症来。那么细胞发生病变，就意味着细胞里面已经注入里的生命程序啊，我们称之为基因。那么我们一提及基因呢，在我们的心中有一个主见，那就是什么？那么遗传基因不就是决定我们的头发颜色啊、眼球颜色啊、皮肤颜色啊，决定这些的东西吗？你的身高会长得多高啊？啊，我们以为遗传基因也就做这样的功能。啊，过去我们这些做医生的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21世纪遗传基因工程发达，使我们认识到了遗传基因的本面貌。那么这个遗传基因呢，啊，已经镌刻着所有生命程序的信息。啊，大家刚才吃过晚饭是吧？
啊，你们的胃肠里面有你们吃进的食物，那么正在进行消化。啊，你们认为，消化，啊，消化这样胃这样蠕动就会消化啊，啊，通过这些蠕动呢，食物会消化，但是，啊，在这个消化的过程当中，胃细胞的所有的遗传基因里已经注入了消化食物的所有的生命过程的程序，啊，适时的分泌什么？分泌消化液。那么大家吃的今天晚上吃的食物当中有蛋白质啊，那么通过分泌啊，胃当中分泌一种分解蛋白质的消化物质啊，这种化学工程化学反应啊是十分十分复杂的，就是你自己还没有不了解这个所有的过程以前，就在你出生以前，这生命的所有的程序已经镌刻在所有的细胞当中了。所以这种生命程序如果运作正常的话，我们的消化系统就会很健康，不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啊。这个生命程序运作良好的话，那么癌症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为什么呢？不论是谁，每天在他的生活当中，在他的身体里边啊，都会有癌细胞发生啊，没有一个人例外。不仅仅是患癌症的患者身上有癌细胞，就是我这个李香九医师的身上也会每天发生癌细胞。但是为什么不会患癌症呢？为什么李香九不是癌细胞呢？因为在我身体里，在发生癌细胞的同时啊，杀死所有癌细胞的这种防御体系呢就马上被激活了，是吧？啊，我们这个血液当中啊有很多重要的细胞，有什么细胞？有一个细胞叫非常重要的细胞叫 T 淋巴，啊，大家看图，就是这个图就是 T 淋巴，是一种白血球，是吧？看中间这个大的啊网状的细胞就是癌细胞，那么这些白色的T 淋巴呢就来攻击它，包围这个癌细胞，然后攻击它。那么这个 T 淋巴里边呢还有一道什么样的程序呢？啊，有一道生产杀灭癌细胞的物质的这种生产程序。那么这个程序一旦启动以后，就会分泌出一种淋巴毒素，大家跟着反复一遍，淋巴毒素啊，淋巴毒素分泌出来以后呢，那么遗传基因里啊就有生产淋巴毒素的程序，这个程序被激活以后呢，这些T 淋巴呢就会分泌出一种发生外观的变化，然后生产一种淋巴毒素，就会变成这种长长的条状的物形态，然后分泌出淋巴毒素。原来长成这个样子的癌细胞呢，就会被攻垮了，被攻陷了，是吧？所以我们身体当中每天生产的这些产生的这些癌细胞呢，每天被这种扼杀癌细胞生长的防御体系来防御着。那么这种防御体系强于癌细胞的时候，能够扼杀癌细胞的时候，我们说明抵抗力强。为什么会得癌症呢？就是我们这种防御体系垮了，抵抗力降低了。抵抗力降低意味着什么？就是 T 淋巴不能启动生产T 淋巴不能启动生产扼杀癌细胞的 T 淋巴毒素的程序啊，这道程序无法正常被启动。为什么不能正常启动呢？啊，电压不高，是吧？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是吧？所以啊，归根结底啊，所有的疾病呢
都是这些生命程序发生了问题。生命程序发生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什么电压的问题，是吧？生命能量不够。所以过去我们的祖先呢，通过本能啊，去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他们说什么啊？说是啊，所有的疾病啊，都是我们身上的气不够，是吧？啊，所以我们要不是要归到中医。那么你们问中医大夫什么是气？气就是气，他们回答气就是气。问他什么是气，啊，他们不能给你一个明快的答案，气就是气。大家要明白，啊，有电能，啊，就像电器需要电能一样，我们生命机体呢需要什么？需要生命的气息，是吧？生命的气息就是我们生命能量的源泉。所以呢，大家在这里啊，在这里我们不是给大家发电，而是发动什么？啊，发动生命的气息，生命的能量。源源不断的供给给大家。你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们生命机体的电能呢，电压很低，啊，你们的生命构成生命机体的所有的元部件呢，啊，都发生了结构性的病变，啊，这些结构性的病变其实就是遗传基因的病变，是吧？我们看这张图是吧？所以大家看，在座当中有很多人得的身患癌症。如果想康复癌症的话，那么你们每天跟癌细胞较量，那是没有用的哈，治标不治本，所以它总是复发的，是吧？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每个人来到这里的人。啊，都是因为复发，医院在没方法，没有办法治疗的时候，你们才会来到新起点生命运动中心。如果在初期呢，没有人会来到这里，啊，那么你们生命的能量电压太过低，啊，生命的元部件发生了病变，所以也发生了疾病。这个 T 淋巴里边呢，啊，有攻击癌细胞的生命程序，是吧？你们刚才吃过晚饭，你们肚子饿的时候呢？胃细胞里边呢，生产消化素的所有的遗传基因程序啊是不启动的，是吧？因为肠胃里边是空的，但食物一旦进来了，这就是一道启动的命令，是吧？所以所有的消化功能的这些生命程序就会被激活。啊，那边有没有基因？所以呢？哦，我们这位小朋友是因为过敏性疾病还是由于什么？啊，是跟着妈妈一起来的。啊，来保护妈妈。啊，好乖呀。那么妈妈是什么原因？啊，甲状腺。嗯。那么小孩子患过敏性疾病的人很多，什么哮喘啦，什么异位性皮肤炎呢？这种过敏性疾病啊，其实我们身体啊，对外部的环境啊，做出过敏的反应的一种现象，啊，这种过敏感、过于敏感的反应。那么我们身体为什么会变成这种过敏性的体质呢？什么使我们身体变成这种过敏性的体质呢？过去没事儿，什么事没有，但现在为什么一点的刺激就会变得这么敏感啊，变成过敏性的体质呢？说明什么？归根结底还是我们生命的电能啊太低了。为什么会变成过敏性体质呢？这也是抵抗力低的原因。
T 淋巴里面呢，啊，这种生命程序呢运作不良的时候，白血球当中，白血球当中呢，你们看这个张图，就是白血球是吧？这是病菌。当病菌侵入我们体内的时候呢，白血球呢遇到这些病菌呢，就会伸出长长的触角，像利剑一样，是吧？然后把这个病菌呢，就会坐在前排，就会做现身说法啊，然后拽到自己的旁边。那么所有的这些防御程序啊，生命程序已经注入在我们身体里面，细胞里面啊。你们明白这些啊，我们生命当中的生命程序在运作吗？你们都了解吗？谁举手的话，这个人就需要特别照顾了，是吧？啊，这是啊，虽然我们不知其所以然，但是啊，在我们身体当中，每时每刻都在启动的这种生命，甚至我们连我们身体里面病菌侵入没有侵入，癌细胞产生没有产生，我们都无法知觉，但是我们身体里的这些生命程序呢，就会自动的被启动。那么大家要想一想啊，我什么都不是，那些没被启动过的程序突然被启动，那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啊，那外部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就以电脑举例的话，有一个什么？把这套程序怎么样啊，电脑里面有很多的档案是吧，文档程序，你要打开这个文档或者程序的话，你得按键是吧， click 啊，一按键的话，所以这些病毒呢就会被吸附到白血球的表面，然后这个白血球呢就把嘴张开，那么这个嘴张开也是一道生命的程序是吧，也不是是谁编的这个程序啊，真的很神奇很了不起。过去我们这些做大夫的也不了解啊，不明白这些程序是怎么启动怎么运作的，但是归根结底这些所有的生命程序啊这些生命程序已经早早被注入到啊所有的细胞当中了。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人们才逐渐对这个世界有所了解。那么在医院里治疗病症的方法呢，所有的这些医疗方法呢都是不了解这个道理来去对症啊，就是治治其表不治其理，治治其本是吧。所以说所有的生命机体要想运作正常的话，需要正常的生命电呢，生命能量是吧。我们不知道我们身体有一种电能电压，我们也不了解什么，不了解遗传基因，也不了解这种生命程序的存在，所以我们治病呢只能是被这些现象所迷惑啊，吃抗生素杀死这些病毒是吧。我们身体里边已经神不知鬼不觉的杀死防卫这些侵入到我们身体内的病毒的生命程序已经镌刻在我们身体里边，这个道理我们不懂是吧，反而这种药物呢把这种程序呢给扼杀了。所以说神不知鬼不觉的会把我们身体里的病毒癌细胞都会杀死，然后清除干净的我们身体里的这种防御生命体系呢，到了21世纪通过遗传基因工程遗传基因科学我们才有所了解。从现在开始呢，大家呢要通过这种生命程序，对这种生命程序的了解，然后用这种生命程序来开始怎么治疗所有的疾病包括癌症。但是在现实当中适应的还不是很广泛，但是呢这是一条最根本的道路。所以你们现在治疗癌细胞癌症的不是用手术的方法，
割除癌症癌症病变的部分，再不就是用放射线啊，再不就是化疗啊，或者是药物理疗啊，啊，用这种物理的办法、化学的办法。那么通过这种人为的物理的化学的手段来治疗癌症的话，我们生命机体本身的防御功能、免疫系统就会随着癌细胞的死亡一块儿被杀死。所以啊，接受癌症治疗以后呢，啊，复发的更加厉害，一发而不可收。那么完全被医治的情形呢，会有的啊。如果早期发现的话，癌症可以被完全治疗的。但是完全治疗以后呢，它的复发率到底有多高呢？如果你们不解决、不了解生命能量的本质，不了解生命的气息，还维持你们原来的生活形态啊，那么癌症治疗以前发生过癌症的机体呢，在接受过癌症治疗以后啊，更容易患癌症啊，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你们身体里边这种自然的防卫系统呢，已经被破坏了。在你们健康的时候都会发生的癌细胞，在你们接受癌症治疗以后呢，更容易产生，是吧？道理很简单，是说即便已经完全医治了，但是如果你们不了解这个生命的原理、生命的道理的话，有一天还会复发的。所以大家明白，这些遗传基因的生命程序被激活的这道道理，了解这个道理就是新起点生命运动。所以看待你们的疾病的观点角度完全不同了，是吧？所以大家到目前为止，你们所接受的所有的治疗呢，只是注重结果啊，治标不治本，对矫正原因呢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是吧？所以遗传基因医学啊我们医生呢才有了，学这些现代医学的医生呢才出现了一种什么希望，是吧？在遗传基因医学以前呢，我们这些医生啊其实都是没什么希望了。因为什么？在我们医生手里所有的病都是不治之症，因为我们不懂得治病的原因，是吧？所以医生们也很苦恼。但是通过这个基因工程啊，通过这个遗传基因的研究啊，现在我们才明白导致疾病的原因何在。原因何在？就是遗传基因的病变，遗传基因发生了变，生命程序被打乱了，所有的疾病都是由于遗传基因被打乱所产生的。那么遗传基因决定细胞的性质，那么遗传基因发生了病变，那么细胞就要发生病变啊。这个道理是很简单，遗传基因发生了变异，所以细胞发生变异，这种变异在身体上就表现出疾病。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才要下手去治疗你们的疾病，是吧？通过遗传基因医学呢，遗传医学呢，我们医生呢才开始大开眼界，是吧？才有了跃跃欲试的视角处。而过去呢，传统医学呢其实没什么希望，所有迄今为止的治疗方法都是老套路，没有什么没有在根本处下手。那么现在读医科大学的学生开始学遗传基因的人呢我们对他们可以寄一些希望。那么二十一世纪的治疗呢，就是什么？就是遗传治疗，通过遗传基因的治疗通过遗传基因治疗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通过干细胞培养干细胞来治疗疾病，这是将来我们可以期待的一种治疗方法。所以今天晚上呢，大家要明白，要明确一点，就是什么呢？什么是疾病？疾病到底是什么？就是生命程序遗传基因发生了病变，大家要这一点要搞清楚。
那么医生们搞清了这一点以后呢，也出现了一种盼望啊，遗传基因导致疾病的话，那么我们要把遗传基因搞懂了，能在遗传基因处下手的话，那么所有的疾病就可以从根本上得到治疗了啊。所以医生们现在才明白了这一点。好了，但是有一个条件啊，我们对人们对遗传基因了解的十分透彻，并且相应的技术跟得上的时候啊，这才是才能成为现实。刚才大家掌声鼓掌，但是这个鼓掌呢没有用处，因为从人类的角度，目前科技的角度来讲啊，用科技的手段可以把病变的遗传基因结构恢复正常啊，技术手段可以达到这一点，但是遗传基因为什么会发生病变，这个为什么啊，电压人体的生命能量不够，电压不够引起的。那么你这个电压调不上来，能量补充不上来，即便能够修复，用科技的手段修复发生病变的遗传基因，但是还是没有用，还会一塌糊涂。那么我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们在对遗传基因发生病变的遗传基因下手之前，这个技术现在尚不存在哈，但是呢，那么调好我们的生命能量的电压是吧？提高，让它恢复正常，让它充满，那么遗传基因的病变部分会不会发生变化，以致康复呢？会不会呢？如果不能的话，这个新起点生命运动就是一个骗局，是吧？如果不能的话，如果没有这种疾病康复的例子的话，那么新起点生命运动就是个骗局，会不会有呢？当然会有，是吧？当然会有。为什么会能呢？能够使生命的电能重新充满升高呢？大家首先要明白遗传基因的结构。我们到现在为止所了解的就是什么呢？遗传基因是能够发生变化的结构，可以往好处变，也可以往坏处变，就是什么？就是疾病，是吧？迄今为止，我们以为遗传基因是一成不变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还不了解疾病是由于遗传基因的病变所引起的，所以我们一直以为遗传基因是一成不变的，是吧？所以遗传基因是不变的啊。那么生病以后呢？所以我们脑子里首先固执的一个念头就是遗传基因是不发生病变的，所以就找不到什么发生病变的原因。至少在中医呢是气不通，是吧？这有道理，有一定道理。所以中医呢也不能提供一个完全的治疗的方案呢他知道了解气，但他不了解遗传基因，是吧？所以中西医啊都有局限性，是吧？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把现代医学所发现的遗传基因和什么再深入一点，然后把中医的所讲的这个气的本质阐明以后呢，让大家了解我们的身体的电能为什么会降低，然后把这个中西医结合以后呢让大家明白如何再重新鼓起生命的气息，重新提高大家生命的电能答案不就已经很明白了吗？我发现有不鼓掌的人是吧？
有的人掌声鼓掌得很热，但是有的人掌声鼓得很一般，有的人很弱，有的人干脆不鼓掌，还有的人呢，啊，一边鼓掌一边啊这样欢呼。啊，这几种人中哪个人的生命气息更足呢？在座的各位呢，大家需要提高大家的生命气息，提高生命电能。在这一点呢，大家要表现的积极啊，要积极。所以呢，在美国呢，在美国的医学杂志上呢，登了这样一幅漫画，这是医生们看的医学杂志。那么迄今为止，我们不了解遗传基因，不了解生命的程序。那么现在这个图上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屋子里啊，地板上积满了水，所以说癌症复发啊。药物用的很多，但是哮喘呢不止再怎么吃药，关节炎还是复发，所以这个地上呢总是这样积满了水。这种积水现象呢，我们在病上是一个症状，疾病的症状。这个产生症状的原因病灶在哪儿呢？就是水龙头发生了故障。那么这个发生病灶的水龙头啊，问题的水龙头啊，就是我们身体，比方就是遗传基因。那么以后把这个水龙头，发生问题的水龙头修好的话，我们就无需再什么再拖地了，是吧？是一劳而永逸。所以大家迄今为止啊，一直在拖地啊，拖地很辛苦，是吧？啊，越拖越累，越拖越累，永无止境。迄今为止，大家所接受的治疗就是在拖地，治标不治本。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要修复水龙头。所以大家要对这个造成问题的水龙头有所了解，对水龙头的结构、水龙头的性质、它的功能啊结构要有所了解啊，明白了就有招了吧。所以这个遗传基因呢，大家要有所了解啊，基因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啊。当我们了解了遗传基因的结构以后呢，才明白了它是可以发生变化的结构，可以发生变化的结构。为什么会发生变化的结构？可以发生变化的结构呢？来，我们通过图看看我们的遗传基因的结构。那么遗传基因呢，在我们身体的细胞里头。那么我们首先看看我们的身体的细胞，大家看细胞膜是吧？细胞膜中间这个大的是细胞核。细胞呢，细胞核里边藏着遗传基因啊。那么打开基因呢，就像一个线团一样啊，就像一个线团一样啊，就有一些遗传基因块是吧。这个基因块我们称之为染色体，染色体就是遗传基因的块。那么人体的细胞里边呢，这个染色体有几个呢？有23个。我们看一看染色体啊，我们染色体呢就是这个样子。啊，长长的线啊，是个线团一样，我们展开了就是这种线啊。这样的线团一样的染色体呢，我们身体里有23个。这个染色体里面呢有各种遗传基因，
关消化的遗传基因、体重调节的遗传基因，各种各样的遗传基因，生产内啡肽的遗传基因，这个，那么这二十三个遗传基因呢，我们给它标上序号是吧？染色体的大小、尺码都不一样，所以说。 把最个子最高的排成一号、二号、三号，一直排到二十三号遗传基因。啊，这啊，几号染色体的哪个部位和身体的什么功能有关系？啊，把所有的这个位置啊、位置和功能啊都研究出来的成果，我们就称为。 基因图，啊，这是人类的遗传基因的图，是一号遗传基因最长是吧？二号稍短一点，三号次之，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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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十八号很短是吧？二十二号很短是吧？小个子，是慢性骨髓性。 骨髓性白血病呢，就是这个二十二号遗传基因发生了变化，动脉硬化呢，十九号染色体的这个部分，这一节发生了变化，发生了病变，就是动脉硬化，就说胰腺癌，十八号胰腺体的这个部分发生了病变，就会导致胰腺癌，所有的疾病呢，万变不离其中。 不变其中，这终究是什么呢？就是遗传基因发生了病变，症状是不齐的啊，千变万化。但是，致病的原因是一致的。这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遗传基因发生了病变。那么，什么导致遗传基因发生病变呢？乳腺癌，还有癫痫、肥胖。 肥胖症、糖尿病，还有老年痴呆症，绿，肺癌、大肠癌，还有绿内障，所有的疾病，归根结底都是遗传基因发生了病变。遗传基因正常的话，不会有疾病的，是吧？第一，首先啊，我们要了解遗传基因。 可以从正常变成不正常的遗传基因的话，那么反推过来，非正常也可以变成什么正常，是吧？啊，所以新起点生命运动才会存在，是吧？大家高兴吗？啊，开心吗？开心的时候，大家的生命电能啊，会升高电幅。 开心的时候啊，这些开心的人呢，知足常乐的人呢，不会得病的。什么样的人容易得病，知道吗？啊，听得好的，倒也是没有反应。啊，真的是这样的，大家看一看。 就是那些气息很充足的人是不容易得病的，像我这样的人不搞新起点生命运动的话，可能早就死了。我以前的性格是很文静的啊，是这样啊，没什么反应，知道了，很冷漠，很容易患病。 啊，我一个星期之前呢，过了65岁生日啊。六十五岁的我呢，现在身体上没有任何疾病，所有的疾病呢烟消云散。直到我40岁那年呢，我身上啊，我是内科大夫是吧？ 我是那个过敏科的专家。
啊，但是我身上患有十一种，包括过敏性疾病的十一种疾病，哮喘，什么鼻炎、脚气、关节炎，还有这个脊椎炎，逆流性食道炎，神经性啊神经衰弱症，还有神经性大肠炎，慢性便秘啊。啊，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啊，十一种疾病啊缠绕在我的身上，缠绕在我这个内科专家的身上啊。作为这个过敏疾病的专家，啊，真是医生难治自身的病啊。这些疾病我自己都治疗不了，别人也治疗不了。我只是什么？只是每天拖地啊，跟病症较量。当时我不了解所有的疾病的致病原因是由于遗传基因发生病变的。终于呢，啊，明白了。所有的这些病症啊，从1980年后期呢，啊，都是由于遗传基因导致的。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呢，啊，知道遗传基因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可以恢复的，啊，了解了这个道理，啊。然后开始揣摩这个真理，然后开始呢就恢复了生命的能量，是吧？啊，原来这样，所以呢就按耐不住这种喜悦了，是吧？大家通过新起点生活啊，啊，刚才有一个年轻的穿黄 T 恤衫的弟兄，是吧？那个这个弟兄啊，胃都切除了啊，由于胃癌啊。啊，胰腺也切除了一半，胃也没有了，啊，啊，是个病身啊，就仅仅几个月以前，他现在过得怎么样？过得很好是吧？他的性格啊，在得病以前呢，就是最好得病的那种性格，啊，内向啊，生闷气。现在变得好像另一个人了，是吧？好了，大家要让你们的身体里要充满生命的气息，大家要努力追求。哎，我天生就这样，大家不要这样想啊。不要被自己做的套住。这个天性啊，你们所固执的这个天性啊，可能就是什么，是一个虚幻的东西。啊，你结婚了吗？您很健康是吧？您站起来好吧，转一下。你看他电压高还是电压低？啊，我们这位先生啊，好像吃了不少苦，啊。气很足，啊，人说很厉害，但是这些人呢，啊，气足，所以呢，做什么事情很有魄力。但像我这样的人呢，从小啊就身体虚弱，啊，气不够，所以很消极，啊，所以呢，当我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啊，啊，靠我这个秉性啊。啊，不会有多少寿命，啊，啊，我的病也是由这样的秉性而来的啊，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开始发电，啊，开始慢慢发展，所以这就是让大家把自己的生命气息、生命电压调高的生命程序。那么大家来到这里呢，不要以为哎呀我秉性就这样啊，那么凑合两天啊，我就该走就走了啊，大家不要这样做消极的念想，从现在开始大家要转变观念。所以说男先生啊，对这个太太呀，啊，要做什么？要亲的啊。啊，
所以得亲夫人一下，我，形象一下变得很悲惨，是吧？所以大家要积极，积极向什么？向真、善、美迈进。啊，听了李博士的讲课以后，啊，句句在理儿，啊，既然是在理的话，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在我生活当中要实践下去。啊，然后呢？我心里有恶念的话，那些不好的念想的话，我们的生命电压就会响。你们想那些坏的事情的时候，啊，心情会好吗？没有一个人心情会好。那些真的、善的、美的，才会让我们鼓足生命的气息。当别人对我们做了好事的时候，我们说感谢的时候啊，我们的生命气息会鼓起来。当我们为别人做善事的时候啊，心情也会很舒畅，是吧？啊，所以我要不讲这个生命的道啊，所以我可能就会很快就生病。所以大家来哈，大家来听我的道，我给大家讲道，给大家鼓足生命的气息的时候，我自己也同时被鼓足了生命的气息，才会这样健康，是吧？如果我不做这个事情的，我可能一下就老掉了，是吧？所以大家看啊，把头发染一染的话，是不是跟小伙子一样？这真是让人惊奇的事情啊！能这样健康。啊，一个星期前坐飞机去俄罗斯讲了一个星期的课，然后今天早上坐飞机回到仁川机场，然后11点到仁川机场，然后风尘仆仆，驱车又来到五台山，是吧？路上吃完冷面，就这样。一晚上又开始讲课，明天开始一天讲3堂课。我的这个生命讲座完全由我全身心的、全力以赴的给大家讲课，因为你们我不讲的话，你们的电压不会上去，是吧？所以，当你们看到美丽的光景，会情不由衷的发出赞叹，在这种发生赞叹的过程当中，你们的身体里分泌出内啡肽，那么也就是说，生产内啡肽的生命程序被启动了，是吧？就是生产内啡肽的生命程序，就是基因呢，被你们的生命气息所激活了，是吧？这样你们的生命的健康机制呢，就运作起来了。所以今天现在我大家在前面给大家瞎白话的话说那些没有道理的话的，你们电压会下降的，是吧？是花了这么多钱听这么没用的废话，那么你们身体里会就会产生一种负影响，是吧？负面的影响这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道我来对了，那么你们的电压就会上升，被提升，那么你们身体那些沉寂的生命程序啊，就会被启动，消化也好，是吧？睡眠也好，身体也很舒服。哇，这会有这样的变化在我身体内发生。你们在这种状态当中，这种状态维持当中，你们被不知不觉发生病变的那些遗传基因呢，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会恢复。这就是新起点生命运动程序。刚才从釜山来的我们这个孙先生，他来的时候是肺癌晚期，医生已经没有办法医治他的那种晚期癌症患者。那么听人劝告来到这里以后呢，开始的时候呢，这样很消沉，但是听完讲课以后呢，眼睛开始炯炯发光了，就说我也有活路了，我的遗传基因恢复的话，那么我的疾病也会得到医治。那么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提高电压，是吧？
提高电压。所以这位孙先生啊，在那个同当那期的学院当中，他的欢呼声最高，是吧？大家听一听啊。所以这个遗传基因呢，从正常可以变成不正常，也可以从不正常变得正常。你听他的欢呼声，是吧？每次都是这样欢呼，电压蹭蹭往上涨，他的性格发生变化了，秉性发生变化了，是吧？天天喝酒啊，消沉，凡事消极啊，见什么烦，见什么烦什么，见什么骂什么。现在那个秉性还残留着一点，但是比以前好多了啊，已经全方位的发生了改变。往好处变还是往坏处变？当然是往好处变，是吧？所以这个新起点生命运动啊，不但让你们的疾病得到恢复，而且让你们的人生从根本上向善处发生转变啊。所以呢，啊，到这儿来吃一吃什么好啊？啊，有什么好招啊？啊，看一看，啊，真做一个旁观者。啊，今天晚上吃的饭又淡又没味儿，啊，大家不要这样用消极的念想对待事物啊。治病不是问题，要改变我们自身，啊，改变我们生活，改变我们的秉性。啊，让我们的身体里分泌出更多的内啡肽，让我们的生命电压蹭蹭往上涨，让我们能够找到更高层次的、更完美的生活啊！这就是我们来这儿的目的。好了，所以呢，那么得病是一个原因的话，那么治病也是一个原因，那么。拖地上留意的水，那么用可以用很多方法，是吧？用可以抹布，可以用拖布，但是所有的水龙头呢，原理结构是一样的，是吧？那么恢复的原理方法是一致的，归根结底就是什么？就是生命的气息，是吧？就是真善美。大家要明白，这个生命气息的本质就是真善美。当我们听到真理的道的时候，就说啊，对，对此感动。啊，善良，哇，感谢，心存感谢啊，发现美的东西，哇，好美啊。那么你们内心当中有这种感应的时候，对真善美的感应的时候，你们生命里的电能就会被充满，被提高。所以我们再看一下遗传基因的结构啊，这是染色体，这个线团啊，就是遗传基因。这个把这个线团线部分再扩大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线放大以后是螺旋的复线的螺旋，是吧？这个两根螺旋现在有四种颜色，大家看到四种颜色是吧？四种颜色的物质就是染基，我们称之为染基。这四种染基呢，啊，那么像拼积木一样拼在一起，是吧？啊，这种拼基的结构叫什么？叫拼基结构，是吧？就像啊，零部件拼合在一起的一样，叫拼合的结构啊，就像拼板一样拼在一起。所以呢，啊，他们可以这样结合啊，他们易于结合，也易于什么离开，是吧？多厉害，多简单，就是苍蝇，弱小的苍蝇。可以把它结合，也可以把它什么离开，就是弱结合。正是因为这种弱结合的结构呢，他们可以改变什么？改变结构，可以分离，可以重组，形成新的命令体系。所以什么？离开组合，离开组合，啊，这种过程当中形成生命的密码。所以呢？那些病变的遗传基因呢，通过这种重组呢，可以完全恢复成正常的生命程序，是吧？
我们这位任先生，啊，现在嘴角露出了笑容，电压慢慢上来了，是吧？慢慢，你们那身体里面会发生变化。啊，你们身体内的遗传基因发生病变，是你们不知不觉当中发生的，是吧？那么是变好坏呢，还是变坏容易呢，还是变坏容易呢，还是变好容易呢？恢复容易呢？恢复更容易，啊，恢复更容易。你们为了身患癌症，身患乳腺癌啊，要经历8到10年的潜伏期。这8到10年，你们还要什么？是一直在低电压状态下运作的8到10年，是吧？气息不足，啊，没有能量，啊，那些倒霉的事情接踵而来，啊，压抑发火，是吧？啊，伤心，嗯，啊，就是气不打一处来。而你们内心当中没有真善美的东西，这种时间要维持8到10年才会变成乳腺癌，啊，啊，我们称之为压力，是吧 ？stress。那么这种压力呢，会让我们的遗传基因发生什么病变？变好还是变坏？当然是要变坏。所以呢，大家要明白，真善美的东西重新来到我们身体心里边呢，那么我们的基因会重新被恢复正常的。那么我们的遗传基因呢，那些发生病变的遗传基因呢，啊，总留恋过去的生活啊，想回到留恋过去的啊故乡啊，我的故乡南方的乐土，那些遗传基因呢，总是唱着这些望乡曲啊，绿色的海洋就在我们的眼前，梦里也想回到我的家园啊，这些遗传基因们盼望着回到正常的状态当中，但是大家不帮这个忙，因为大家不明白新起点生命原则啊。去医院去找什么啊？找那些大夫们继续拖你们的地，是吧？那么越治疗，你们的遗传基因呢越没有路恢复正常，越无法恢复正常。所以今天晚上呢，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啊，你们身体那些发生病变的基因呢，就会说啊，就是他了，终于找到了，找对路子了，是吧？啊。现在呢，啊，现在我终于有机会回到我的故乡了，生命的故乡了啊！祝贺大家，恭喜大家，啊，也欢迎大家，大家要加油，啊，要让大家的遗传基因呢，快一点恢复到原位上去啊！所以大家的这些前辈们呢，来到这里呢。啊，给大家做现身说法是吧？啊，我在这儿没有给你们做任何的治疗手啊，治疗是吧？但就是让大家明白真善美，感谢啊，发现美的事物，然后去感动。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呢，一定要把这个真善美的东西时刻怀在心里啊，做反应。啊，今后的讲课当中呢，我会再给大家慢慢的细讲，希望大家。时刻抱着希望，从今天晚上这个时间起做生命的新起点，新的出发。
大家一起做运动，大家一起做运动，新奇的事情会发生。大家一起做了运动，让我们呼吸新鲜空气，新奇的事情就会发生。让我们一起呼吸空气。 照耀新奇的事情就会发生，让我们照耀阳光，让我们学会节制，让我们学会节制，新奇的事情就会发生，让我们学会节制。 深呼吸新鲜空气，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让我们呼吸新鲜空气，让我们修，这事情就会发生。一张一尺，万物之道。 让我们相信上帝，让我们信靠上帝，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让我们信靠上帝，大家来做新奇的事，新奇的事情就发。 Está debatani.